好，我叫张乔轩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。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有关生活中的绿色行动，从小做起的画作。地球，人类的母亲，它孕育我们，给予我们生命。保护地球，人人有责。令我心痛的是，我们的地球母亲正处于危险之中，贪婪的人类无情地摧毁它，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。我们不能对地球环境恶化视而不见，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，当我们的地球母亲被摧毁时，我们也会受到牵连，就如同我的画作。地球就像母亲用双手无微不至地保护我们，我们应该竭尽全力保护她，让她免于伤害。因此，各族人民应积极参与保护环境，提高环保意识。我们必须从人为灾难中拯救我们的地球。谢谢大家。